各位亲爱的家人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欣赏凤凰的奥妙，凤凰的美丽。前面我们已经陆续看到凤凰的舞姿，现在呢，这一系列让大家更深入、更细腻的去看到凤凰的羽毛是很奥妙、很美丽的。这一章，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起。凤凰羽毛之美，震撼全世界，请用心灵观赏大自然的奥妙，玄之又玄。这一系列真的需要大家用心灵来观赏，不要用头脑之见，因为你用头脑之见的话，你会认为哎呀，现实人间没有了，那个是不切实际的啦，没值得欣赏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损失掉很多。这些资料它是这么样的栩栩如生的呈现出来，比你看孔雀都还更奥妙的呈现出羽毛之美，他们的舞姿。而这些相片都不是虚构的，都不是虚构的，请大家用心灵来观赏，欣赏大自然的奥妙。道德经第一章所提到的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现在就陆续把大自然的奥妙玄之又玄那一部分陆续呈现出来。我们现在来看它那个羽毛，现在要进入比较细腻深度来看，你才会看到它的羽毛那么的奥妙，那么的细腻。你看它那个姿势没有僵化，没有硬化，是这么的柔软。像这个如果不讲的话，一般人很难想到这是水分子在大棚上面呈现出来的。你说冰川花或是冰凌花，有的人把这个称为冰川花，但是因为它不是窗户，它是一个大棚的塑料布上面呈现出来的，总体而言还是属于冰凌花的系列。大家看看，你的心要柔软灵活，你才能够看到它的那个细腻，要去看到大自然的创造力，大自然的创造力，大自然的艺术美感。你看到这些线条，它那个羽毛中间的那个就像蔬菜菜叶、中间会有一个梗嘛，你看到它这个梗都很清晰，旁边的那个须状羽毛也都很清晰，而且很奥妙的就是它羽毛中还带有花样。你看到这些都是羽毛中带着花样啊，不晓得是不是他们爱漂亮截上去的，这个就不知道。像有些人他们就在头发上面或是哪里截上一个花朵，我发现这个凤凰的羽毛上面一样都有很多美丽的这样的图案。请用新鲜赤子之心来欣赏大自然的奥妙，这个不是任何人为所创造的艺术品，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人类人为所创造的艺术品，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创作。水分子的
呈现。你说水有没有创造力？大自然有没有创造力？有。大自然有没有艺术美感？有。看看这个，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，它都是很灵活。人类的艺术家要雕刻到这么细腻，或是画到这么细腻又这么灵活的，看看有几位。请大家用心灵来观赏凤凰羽毛之美，同时也去体会大自然水的伟大创造力，还有进一步要去体会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圣的艺术家。你看到这个层次，你才能够看到活生生的大自然神圣生命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一般都只是用物质化、僵化的观念去看，结果看扁了大自然，看不透它，人类就会糟蹋大自然。你看哦，当我拍到这些哦，我真的都是很震撼，如获至宝啊！就好像这个不是说捡到几克拉钻石的那一种价值，不是这样而已啊。感觉这个太奥妙了，有这些珍宝，我当下想到的就是我可以有这些珍宝要跟全世界的人来分享。我这个大自然代言人也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和全世界的人分享。你看哦，现在要仔细深入去看哦，这个凤凰从左上角下来，整个身体曲线之美，你看它这些细腻度、柔软度。现在看右边这一对，这是一对凤凰哦。你们知道凤跟凰它是一公一母哦。凤是公的还是母？凤是公的，凰是母的。我们有一句话说凤求凰，有没有？要知道凤是公的，凰是母的，但是一般人都把这个凤变成女性。但我所观察到，我所了解的凤凰他们这个族群是以母性为主，以母性为主，凰它是母的。当然你当作神话故事啦，当作神话故事。现在这里哈，它呈现是一对哦，上下这一对，有没有？有。这是一对，他们你看那种羽毛是那么的柔软漂亮美丽，很灵活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僵化。这些水分子哈，这都是由水结成冰凌花嘛。这些水分子它为什么知道要到哪个位置去结成这些这么奥妙的结构？谁在操控？我现在假设啦，我们大家要有一些异想天开的能力啊。这个就好像现在你看，你说手机，你拍个东西传出去，也许这是凤凰他们一样拍他们的相片，马上传过来，打印在我们那个大棚上面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也有可能嘛。大家一样可以充满一些想象力。如果你有更好的解释，你也可以解释啊。我就是看到这个就好像是真实他们的相片传印打印出来啊，完全是这样的灵活。再来看这个，
这个一样是一只凤凰的长长的尾巴，就像一个很漂亮盛开的花朵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很艺术之美。当我拍到这些，边拍边赞叹了，大自然太奥妙了，又是这么的艺术，灵活，活灵活现，有粗的，有细的，又很柔，很活。我很赞叹这些水分子，奇怪，这些水分子，他们怎么都知道要放到什么位置上面，哪里要形成羽毛的骨干，哪里要转弯，哪里要柔软，哪里要变成虚状。谁在创作？我保证不是我创作。我只有把它拍下来而已。这就是大自然给我的礼物，我把它拍下来。尽量拍出它的奥妙，尽量真实的呈现出来。我的技术，我拍下的情况跟它实际情况只有减少。现场实际的情况是很清晰很奥妙，但我会尽量设法把它的真实度如实的朝向100%的把它呈现出来。我们再看这里，一样，这里好几只哦，这里有好几只，也好几对，好几对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一对它呈现出来的羽毛状，你看，你看，很灵活。如果你的心很僵硬，或是带着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你对他有成见排斥的话，你就看不到他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喜悦，他们的艺术，他们的神韵，他们的生命力。你说这虚构的，对，我也承认在现实人间我没有看到真实的凤凰，但是为什么它会有这些成像出来？我是觉得我们要保留更大的空间，能够接纳我们过去没有看到的，或是有些我们觉得不可能或是不可思议的，我们能够接纳它的存在，我们也进一步用欣赏的心来观看，欣赏大自然之美。就像科学家，他们现在也发现，科学界现在所了解宇宙的奥妙，就只有占5%而已啊。科学界现在越清楚知道，科学界现在所知道的宇宙的奥妙只知道5%左右而已啊。90%更大的部分，科学界现在还是不清楚，正在摸着石头过河。科学界现在会有更多的保留，他们要做什么论断，他们会有更多的保留，因为他们发现那个暗物质、暗能量部分太奥妙了。90%是科学界还不知道的，他们现在就是持比较保留态度，不能够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就把它全盘否定。以前科学界对无的那一部分是很否定的，结果从大强子对撞之后才开始进入无的物理。我们在讲道德经妙解里面也有提到，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就已经讲出无是一切万有的源头啊。无的部分
大家也可以用科学界所理解的暗物质、暗能量这个世界来理解。你看哦，仔细去看他们的羽毛之美之灵活，没有一个是僵化，都是这么的细腻、柔软、美妙，比我看到那个孔雀的羽毛更漂亮、更柔软。孔雀羽毛它是一只一只直直的，它都是曲线柔的。你看这个羽毛，它还会左右合起来，像个爱心。你看，这个都在户外嘛，白天也是一样，这时候的天气大部分都是零下12度到25度之间呢。事实上我在拍这些的时候，经常都是冻到手脚会僵硬会痛。这个羽毛上面一个圆圈里面好像一个小动物，好像藏着一个小动物。你看有没有，那你看它这个羽毛的柔软度、弯曲度、艺术化，以前就常跟大家提到，我非常欣赏大自然的奥妙、大自然的艺术之美，经常都是在欣赏，哎，赞叹大自然太奥妙了。我们再看，这里有一对凤凰。又形成一个心字，有没有？好像一个同心，一个心。你看哦，有没有？它又是凤凰形成一个心，爱心，而下面的羽毛一样都很漂亮。我们再细部去看。你看到它那个曲线，当我在欣赏这些哦，我是觉得我再怎么造作我都造作不出来。人类的艺术家能够雕刻到这么细腻这么柔软，不管是雕刻家或是画家，能够雕刻到这么细腻这么柔软又充满的神韵生命力，这个不多啊。你看看，有粗有细，粗也不会僵硬，那么样的柔软。大家观看这些的时候，不要忘了哈，这是水分子在大棚上呈现出来的情况。如果没有提醒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太奥妙了，不知道它是怎么形成，不知道它在哪里形成。以为说这是科幻电影，大家想想看哦，为什么在那个大棚的塑料棚上会出现这么样奥妙的图案？这个是羽毛下面，你看哦，它这又是一个很奥妙的图案，很奥妙的图案。这是它羽毛下面下半段呈现的图案哦，又把它拉近，拍它那个维系的构造。都是很艺术化的。
活的东西它就会很柔软很灵活，死的东西它就会僵硬。你从前面看到现在有没有看到那个僵硬的？都没有，都是很灵活。这个就像喷泉喷上来水花散开的情况，你看有时候会把局部放大让大家看那个很细腻的地方，就是大家要进一步去看为什么那些水分子它知道要怎么去布置，怎么去结构，呈现不是模糊，呈现的是很细腻，不是随便乱摆设，不是随便乱跑。我们光是看这个，你看它的羽毛有向左右分开不同的角度，羽毛中又有花朵又有艺术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羽毛下面这里有一个就像个小孩子的头哦，有没有看到中间偏右下那个弯曲的羽毛上面这里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有，有个像小孩子的头，它还会放大现在上来，在左上角有没有看到有像个小孩子的头这样，这些都是凤凰羽毛呈现出来的。大家要进一步去探讨，很多人他就不信，我看不到我就否定他，我看不到我就不信那一套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到底有没有凤凰。希望大家我们秉持一种客观的心来观赏来欣赏。如果没有凤凰怎么会透过冰凌花显像出来呢？是否有可能它们是存在另一维度空间的生命体，只因三维空间人类的肉眼看不到，所以它们就透过冰凌花冰窗花的方式把它们的影像投影出来。当然这是一个推论，我们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想象吧，可以进一步去求真求证。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了，后面还有超级大凤凰，后面会陆续来和大家分享。还有这一章请大家朗诵一遍，起。后续还有金凤凰，还有你想象不到的非常美妙的凤凰世界。后续还有金凤凰，还有你想象不到的非常美妙的凤凰世界。先做预告，下一集会播放其他的，但这个金凤凰还有非常美妙的凤凰世界，现在先让大家看几张就好，先让大家看几张就好。你看哦，整个凤凰山全部呈现出来，全部呈现在那个玻璃上，冰窗花几百只上千只，而且还呈现出金色的图样。这些如梦似幻，
它都是彩色的哦，都是彩色的，五彩缤纷。看看，这么细腻，还金色的哦。如果不是金色的话，表示电视有问题。你看，金色的，这都是美丽凤凰世界的部分。现在只是秀几张让大家看一下，后面还会陆续和大家分享。来看这一张，这个谁看都不相信这是冰凌花、冰川花。看看它的细腻度，看看它的立体，还有结构之奥妙，跟大家保证，绝没有任何人为造作，只是把它如实的呈现出来，而且这是金色的，金色的。前面那些是做一些预告了，后面真的还有很多很精彩的。这几张让大家看一下美妙琉璃冰珠宝。哇！这个就好像那个唐老鸭，因为天气冷，戴着厚厚的帽子。还有这个艺术之美。您会欣赏的话，真的大自然随时都会呈现非常高非常妙的艺术作品。这好像一只海豚飞起来，这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是你角度调整一下会看的话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鸭子或是鸳鸯都可以。这个又是无价之宝，你不会看就觉得它很丑没什么，你会看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奥妙的艺术品，无价之宝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大自然随时都给我们礼物，真的随时都给我们礼物。问题是如果你的心，你是带着很多的观念成见在看，就是大自然它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它是没有生命的，它是无情的。如果你带那些观念在看的话，它再美妙给你看，你也一样看不到，你也不想看，你没有用心灵去看，你真的读不懂它。大自然需要我们用心灵来欣赏它。像这个图案哈，这一系列的，这有一个系列，我们这相片以后还可以做一些性的巡回展。你看看啊，像这些艺术作品，这个不是人为创造的，我们的艺术作品都不是我创造的，必要让大家了解大自然，它真的就是活生生的，它是个伟大的艺术家。大自然的创造力真的都是很厉害的，人类要懂得了解，懂得欣赏，这就是大自然的艺术创作。好，这一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 OK。
心灵有没有？有。哇，奥妙因窗花系列，大自然伟大创造力，请用心灵观赏。全世界的人分享，所以深苦，内心却很喜悦。